告诉我你的烦恼，然后我帮你忘记它。人总有不可告人的秘密，用我这个宝具忘忧。据说这个宝贝能使人忘记忧愁。忘了真好，真的可以让人忘记烦恼。不信你可以试试。我是专门帮助别人消除悔恨还有罪孽感的。我没有烦恼呀，我很开心。消去烦恼就如同一张白纸，你说什么他就信什么。你是写什么？这饼吧。我才是饼。我才是饼。消失了，我的肠都没了。土匪要再一次的袭击我们的村子，你们的老婆也死在了他们的手上。原来我有老婆。你不身为绝世武功吗？怎么会怕那几个土匪？这次要做的牢靠一点。我是个读书人呢，不要让人家说我是个刽子手。我喜欢当邮差，去人送信，去人送终，我都喜欢。你是不是真的有点邪门？你把全村的记忆都消掉了。这骗子！我真的，娘的，娘写信给你，你娘才写信给你的。我就是当年在武当山下连毙九大高手的三圈小子们。白痴，骗子。